像是僵尸出击游街，就是在这里啊，特别容易形成叫做乌合之众，乌合之众。这为什么会出这些个群体的人呢？就是这个社会大背景，专门制造这些个东西。可以问责交警啊，你交管部门怎么维持的交通秩序啊？这样子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们怎么不出面管理管理啊？应该问责他们那个交管部门，看看查的这是哪里，应该查到交管部门。这里就奇怪，为什么非得在交通公路上搞这些个东西？哎，这个才带劲儿，他们都喊的是要刹车失灵。